享的一个方法，我都把它写成程式，删除不要的列。后来我发现，本来是刚刚跟各位讲用那个资料里面的递减，对不对哈？后来我发现递增的话，哈，有个好处是我直接递增之后，然后把游标 Ctrl 向下，你会发现，如果 Ctrl 向下，哦，A 栏 Ctrl 向下，它会到多少啊？六最下面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我从换个方式哦，我看一下我这个程式，我后来写了一个，我后来试了一下，我发现，从 B1 加，B1 的话就是这个哦，从这边向下填满。如果从这边，从 A1 向下填满是6000多的哈，那从 B1 向下追踪的话，刚好就到哪里？到这个地方。那如果把 B1 向下追踪之后加一有没有？再从这一列哈，一直选到刚刚的那个位置，那就把它删掉不就好了？OK 哈，所以呢，我就写了这样的程式啦，就是哈，所以你们在云端上面可以找到这一段删除不要的列，就是我先透过 A1 排序，竖着就排序有没有？然后排序之后的话，这个叫递增排序。那黑的有标题哈，然后再从 B1 有没有这个 B1 这个向下追踪加一嘛？加一的话指的就是说从这个的下一个地方开始到哪里呢？到 A1 向下追踪，就是到底下，把这个中间的这个范围把它删掉。这样的话呢，留下就是我要的啦，那其他都不要了。这样好像最快哦，因为我试了很多种方法哦，这个方式是我目前想到最简单的方法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这个做完之后的话，那下载完之后，紧接着就执行这个，执行一下。留下的话呢，理论上应该就不会有多余的资料了。有没有发现？其他的干干净净的其实程式真的只有四行。这四行的话，云端上有，你们可以自己找得到。应该是在这个云端上面下方这里，在这里这个有没有删除不要的列？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再增加六个号码。六个号码其实这个写法，当然我们如果手动的方式是直接在第一有没有这个备注就不要了，这个加一有没有？然后向右，那当然我们以前是按 Ctrl 键向右拖嘛，那么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剖过来。跑过来的话呢，怎么跑啊？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，中间有逗点，对不对哈？那特别注意，你可以用一个资料剖析来剖，不然的话你怎么剖？有没有？因为它中间加逗点。那可是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用资料剖析的话，第一步呢，你要先把你要剖的资料选起来。记得不是这样整个选哦，整个选的话会选到栏位名称。这个不是我们要，所以你就选 B2。再选到底，选到底应该记得吧？Ctrl Shift 向下，有没有？特别不用滑鼠选啊，滑鼠选的话，你要选到2000多，跑太久了哈。所以呢，把 B2 Ctrl Shift 向下选，再利用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，然后呢，分隔符号有没有？下一步，逗点，下一步，然后呢，直接把结果呢，目标储存格。指向哪里呢？指向 D2。好，这样的话按完成哦，各位可以发现哦，有没有发现？他就帮你把这边的六个号码分开到这边六个号码。那最后的话，你就把这个 B 栏的资料就可以删掉了。有没有？这样的话就是，只是说那个顺序哦，特别号变在前面了，不过应该不影响吧？好，结果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OK。应该没错吧？哈，第二次，第一什么？第二，这个 B2，表头上面啊，这个，这个是号码啊。其他的话有些栏位可能不是那么重要那我们就不需要了。像那个什么。你说老师这个日期部分日期部分暂时先不要管好了，我们只是想要统计它的数量，所以最后如果你要再统计它的数量的话，那你就是什么？这边可以加一个编号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数量好了。
那编号就是从一有没有到49嘛哈，所以你这边可以啊向下拉，然后因为它的应该是到49号嘛，OK 哈，一到49号，那数量的话呢，就统计这个范围。那这个范围的话，我是建议了哈，你可以先定一个名称，这个名称的话，你就是把它先游标放 B2， 砍出去会向右向下，然后定义这个名称叫大乐透网。哦，有没有选范围啊？这边就是定一个名称。那以后的话，这个范围就是这个名称。那我们再可以利用哈，哎，如果要算数量，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学过一个函数？最简单的就是用什么？猜猜看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，叫做 COUNTIF。对，那其实哦，你用 COUNTIF 对不对哈？然后范围就是按 F3。它会跳大乐透，有没有？就是我刚刚定义的这个范围，条件的话就是这个号码，它就出现数量，有没有？336，向下填满，全部算出来了。OK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假设想要知道说到底历年来的这个哈、哦，到底哪个号码的数量最多的话，很简单嘛，你就根据数量排序，Z 到 A。哎，不过这一道这个会不会跑掉？其他好像也会跑掉。不过我们就是你会发现，马上可以看出哦，历年来开出最多的就是这几个号码。OK，几号？41嘛，哈，八号、32、2号、31、43、11。哦，那你下课经过投注站的时候。嗯，没有没有，这没有关系哦。OK，所以我们只是知道数量就 OK 了哦。好，那把重点再跟各位讲，第一个哦，我是利用那个什么，刚刚删除资料，然后再来就是资料剖析哦，剖析记得哦，我刚刚有把它录下来哈、哦。啊，最后再利用什么？利用那个 COUNTIF 哦，那这个是名称哦，啊，当然你不定义名称也没关系，只是你要去选它。只是我觉得这个这么大的范围哈、哦。没有定一个名称哦，感觉会很麻烦，因为还要锁前的符号干嘛的，反而定义名称比较简单。OK 哦，来，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好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哈，因为很快的，就是把那个爬虫加上那个统计的部分哦，也把它做完了。不过因为时间比较赶啊，所以剩下的部分哦，请各位就是在。自己哦，把它我啊，我把它录影下来，所以回去的话，后面部分哦，有些地方不太清楚，自己再看一下，做个笔记哦。